我们聘请国际知名的酒店公社设计 HBA 洛杉矶团队帮我们做公社顾问。那我们规划了妈妈教室，还有我们的健身房、瑜伽教室。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钢石的基座，还有一个双进式的门厅，让你感觉就好像进到有豪宅的感觉。看好从化区的发展，指标建商新润建设就在新泰计划区的核心区域打造新建案，新润润建筑。位在于新华公园第一排，而且拥有永久动距的优势，加上润建筑的 Home Plus 理念，让住宅全面升级。经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新润润建筑附近生活机能呢？我们新润润建筑呢，我们基地占地大概是1141坪，到富都新呢只要3分钟。那旁边就有新泰路、中平路，是整个新庄最繁盛的一个商圈。公园呢就在我们正对面，是一个很漂亮的信华公园。那走路就能到的有我们的新泰国中、新泰国小，最重要的是我们旁边还有一个辅大医疗园区。未来呢还有一个基捷的 A5A 站，还有一个 F14 站的加持，非常有潜力。正对面就有公园，而且交通非常的便利，真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住所了。那我们拉到我们的室内还有建筑规划来说，听说这次呢联手国际级的建筑团队耶。那我们建筑师呢请来我们国际知名的吕建勋建筑师帮我们做全案建筑的规划。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钢石的基座，还有一个双进式的门厅，让你感觉就好像进到有豪宅的感觉。另外呢，在结构方面呢，我们现在消费者很担心结构耐震的问题，所以我们请来全台湾国际很知名的张一日技师帮我们做全案的结构规划。最重要的是，我们整个新润建筑的耐震强度呢已经高达6级。这个公社听说也非常的实用，对不对？我们聘请国际知名的酒店公社设计 HBA 洛杉矶团队帮我们做公社顾问。那我们规划了妈妈教室，还有我们的健身房、瑜伽教室。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庭有一个水池花园，所以可以这边平常这边散散步啊，然后这边悠闲很自在，放松自己的身心。未来呢，我们会在中庭呢放置国际知名大师杨柏林大师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们新润润咖啡未来也会进驻到我们社区里面。哇，这样感觉一回家就真的有一种尊荣感呢。购物族啊，其实对建材呢也是非常的在意的。我们的建材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用心？对，我们在窗户部分呢用了日本的 YKK 作为我们的气密窗，在地板呢我们用了冠军 SPC， 它是防水耐磨的地板，就是让我们的客户有一个更舒适的休闲环境跟生活空间。我们厨具呢用了大家最喜欢的 Sakura 的精品厨具，卫浴呢我们也特别升级，用头透的卫浴搭配上我们 Panasonic 4-in-1暖风机。回到家就有回到饭店的感觉，听得我真的好想马上入住哦。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大家讲求居家健康，那我们的新润润建筑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在居家方面呢，我们配备了日立 Hitachi 的全热交换器，还有我们 GreenWeb 的防霾纱窗。在公社部分呢，我们有 Honeywell 跟 Sharp 的空气清净机，还有 Response 臭氧机，就让我们住户呢随时随地都能保有很清新的空气。在水质方面呢，我们采用的3道净水，包含 GreenWeb 德国的中央滤水系统，另外还有我们全屋是放置在阳台的 Yahoo 的除氯系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厨下都有配备我们的活性炭过滤，让我们的住户呢能够住得放心，喝得安心。经理，据我所知呢，新润建设是以我们的售后服务良好而闻名的。那这次我们的新润润建筑在保固方面怎么样呢？对，我们设备呢有3年的保固，在防水呢有5年的大型防水保固，主结构体呢也有15年的结构体保固。更重要的是，我们未来我们住户交屋的时候，我们有专属的交验屋团队会跟着你一起验屋，所以所有的住户呢都是非常非常安心的。哇，能够住在这边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的新润润建筑不论是硬体还是软体都是精品级的规划，而且呢就位在我们的新泰计划区当中的核心区域，所以未来还有增
增值空间，不论是自住还是自产都是最佳的选择。对，我们新润建筑呢，在开卖到现在呢，就有很好的市场反应，也欢迎所有的观众一起来赏屋。